来，请出题。来的圣诞节过的节，最好又给我下起雪。怎么睡？怎么刚好？怎么狼狈？要不要拍成 MV？ 干脆，不能有伤害是最配。剧情是你才写。来喽，有点误解。还没，擦着雪，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。都可以抢哦！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前面绿幕不醉不归。国王都会唱的。疯了！我能帮你们就这么多了。我以为你要抢答了哎。好，正确答案是。爱情废材，哎，我刚刚都念出来哎，我说是不是爱情废材，然后我还你没有念，我刚耳朵像你没有念，没有，还是一样的防守套路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是不是那个蔡依林的新歌啊？直接给答案，欧啦啦，欧啦啦，答错，还欧啦啦啦，这不是这一首了，欧啦啦啦，好，欧啦啦啦。花蝴蝶那一张的，两位有扯平，可以猜哈，请出题。有答案就哪一首啊？哦，来，是不是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？不是，猜一下嘛。唱歌，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难道我们就不能再听一下吗？剩下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再听，要不要？再看。两队都没有答案，这一首《那那大事》请到中央卫视。Solo 舞蹈 music。所以 Lucky Ten 啊，怎么了？ Lucky Ten 怎么了？篮球队是哪一队？台北云豹。台北云豹，对，准备挑战 Hot Winter。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跳这一段刚好抹平前面的不是。算是 balance 了， balance。来来来，现在加油，你们要抢分哦，加油！请出题。911的歌啊。对，把自己都喊出来了。他不是，他有好像有把歌名唱出来。有，好来呀！那周杰伦写个歌中之歌，对，哎，好不好？烂透了，乱猜哦，烂魔王。详细去听吗？还是直接投降？投听一下，投听一下，好听一下。好，没了。
嗯，很好跳，很好跳，是不是没有？很好跳，完蛋了，没有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答案，不是很确答案是阿米狗啦，完全不一样哎。但是我还是变相的守住了他们的分数，守住了，没有。